等一下啊，还有一两个还没进来。算得到出来吗？如果我们不看这个的话，啊，只是使用刚才那三个数据，我觉得你们应该算得到出来的。相差距离46 km，然后1个 liter 那个车大概是用，可以走17.6 km，就1 liter 的油，它可以走17.6 km。那个油呢，1个 liter 是2.08块钱。啊，所以你就会看到了值不值得？这四个数据就让我们知道值不值得哦。其实，是啊，OK，你看啊，所以假设啊，我们这个真的是不看的话啦，OK，你要得到这个价钱先嘛，是不是这个6 km 多少钱呢？现在是吗？6 km，如果我用这个做比较，其实你可以用这个对比的方式啊。我不，你熟悉嘛？啊，好像17.6 km 哦，per liter 吗？1个 liter 在下面呐，是不是？然后这 km 在上面嘛，吼，是我的六放回在上面，我就可以在这边找到多少 liter 了，多少 liter，就是讲1个 liter 17.6 km。6个 km 多少 liter？我的 s 会找到多少 liter 咯？会带着我哦。所以这个你可以用你的你所熟悉的方法去搬呐、啊、哈。说、这个是搬过来是六那 email 了啊，六除17.6来的，这个是0.341 liter。所以就讲哦，这个我算出来的是啊，我从巴萨 A 去到巴萨 B 啦哈，要。多用0.341 liter 的油诶，要多用多，这样多，油汽油啊哈，这个油几多钱呢？0.341 liter 是几多钱呢？来乘2.08块哦，看到吗？其他已经做出来，哦，乘2.08块哦。啊，还有啊，努瓦哈拉哦，要再乘二，因为确实是哦，对不对？要去回哦，好、哦。所去回的话啊，我快1块多了，所以我其实也不会贵诶。你去回啊，多1块4毛多罢了哦。可是你买那个米省了3块9，所以还是有省了。你看到吗？可以省2块半。如果你买的是2包米啊，如果你买1包米，可能又不一样了，看到吗？OK。
大概理解一下这个啊，这个是普通数学题，暂时只是啊，下一个步骤比较复杂一点。Menentukan dan mentafsir 啊，那个啊 ，verifying 啊，还有 interpreting，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要看它合理嘛，哈啊，然后呢，看它多过还是少过多少，我们就能够去买米还是怎么样了 ？OK， 所以这个啊，我们刚才所用到的东西全部在这边了，比如说。距离啊是这个 S 是什么了啊，你可以看回 S 啊，大家这个我们要理解一下 OK， S 哦是价钱的差别，看到吗？ S P P 减 P 咯，贵的减便宜那一个啦，对吗？ Beza harga 嘛，对不对？那个价钱的差别是 A 超市跟 B 超市之间的差别咯，所以他就写SP 减 P， 这是第一个 formula， 我们第一个是这样做的，你看到吗？哪里有啊？啊，加钱减加钱，哦 ，OK， 在哪里有 ？P 减 P 乘 N， 这个 N 是我买多少袋米？我买两袋米，对不对？这是第一个 formula 咯。第二个 formula， 刚才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来看回去啊，我们该第二个步骤做什么啊？我们算这个了是吗？加钱了啊？不是哦 ，S 除 M 乘 H 乘二。等下我看一下啊 ，T 等于啊，对对对，这个是整个这个了。Beza cost petrol， 汽油的价钱的差别需要给多少？我们刚才是拿哦，先拿这个距离，就是 S 啊，除了这个数据线。然后哦，找到这个嘛，对不对？然后乘那个油的价钱，一厘的几多钱，再乘两趟，这个乘二是定了的，乘两趟，你看到吗？所以它 S 除 M 乘 H 再乘两趟，这个二为什么是定了？这么它写二，因为来回是固定了的。可是啊，为什么其他的用 A B C D 啊？价钱会变，价钱会变。你可能买三袋米哦，这个是。距离 ，OK， 如果你在做另一间店的话啊，距离会变了咯。哦，再来 ，M 是什么了？刚才我们除什么啊？它的那个 M 我们除什么？这个油的，你的车吃油的，吃多少油？看到吗？是 M， 再乘这个 H 啊，就是那个 H 是什么了 ？Haga 是吗？乘 H 啊。汽油的价钱，我们把所有东西写出来吧，你看到吗？我们做了的东西，然后再乘二。所以刚才汽油价钱也会变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这些 algebra 来代替咯。可是来回是固定了的，一定是二了的吗？所以就写二咯。OK， 接下来啊，现在我们的那个逻辑是这样：如果 S 大过 T， 就有得省，就省了；如果 S 啊小过 T， 就是没有省到，我们就不应该去买。你尽量啊，你尽量看理解到多少 ，OK？ 好，所以这个是那个逻辑，我们要去说明的。说明就是，如果这个是米那边省到的钱，这个是汽油那边有没有省到的钱？如果米省到的多过汽油省到的，去。如果你米省到的钱还小过或者是等于汽油省到的，你就不应该去了啊，这么等于也不去啊，因为我们没有考量到时间，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咧，对不对？你哪里会特地去远一点买咧？这样的话如果是一样价钱哦，这样你理解吗？ OK 啊，所以怎么样用啊，这个 model 怎么样用啊？现在假设啊，我现在有给你另外的店，OK， 一样的店，不过啊，买不一样的东西，买卫生棉。卫生棉这两天呢是 hot topic， 有吗？你们知道吗？你们有看新 ？OK， 没有看新闻，可是哈，你们的消息从哪里来啊？我想问一个，我很认真啊，这个问题啊，我想问哦，你们的年龄的年代啊，这个你们的年代 ，OK， 你们的消息啊是哪里来的嘞？
好像啊，我的父母的年代啊，他们的这个不是年代，这个时代，不过他们的消息是从电视来，因为他们还有在看电视，然后他们用 WhatsApp， 可是 WhatsApp 是不准的，你们都知道啊，这个讲不到的啦哈。OK， 我的年龄哦，我的消息是从 Facebook 来的嘞，可是 Facebook 是准的啊，哎，你们也是啊，因为 Facebook 我们会看是什么网站嘛，对不对？是不是报纸啊，还是乱人家传的？你们呢？你们也是 Facebook 啊？哦，父母啦啊，有的如果是父母是比较有常看，他们会提到会讲到在家庭、哦、交流的时候会讲到，连很多时候是父母那边来的，对咯。所以 either Facebook 或者是父母啦，其他没有的哦。WeChat 是没有这样的东西了，是不是？所以 Facebook 变了个新闻的平台。我跟你讲那天啊，我讲个东西啊 ，OK。我的妈妈就看到一个我妈妈是属于小型的，所以她什么她都会问我。爸爸妈妈很厉害的，他们。可是哈、哦，老人家很容易被骗。我跟你们讲，人家小型，所有的 scam 都是在针对老一辈的，尤其是不是很会用手机的。可是我爸妈是很醒目的啦，我就没有这样担心。然后有的他们是直接不要管他，有的是他们要的话，他们会问我。但我妈看到一个很可怜的一个东方日报啊 ，Oriental Daily 啊，他的那个网站是 Oriental Daily 啊，连我就知道是东方日报的了，是不是？然后他的那个网页也是，就有那个东方日报的那个什么，然后就很可怜那样的小孩要捐钱啊，什么这样的东西啊，按进去是那个网页来的啦 ，OK， 没有什么问题。他讲要捐钱的话，你可以啊。就是那个银行号码户口是这样，然后那个什么电话号码你也可以去联络一下那个人，然后我就讲啊老妈这种然后我就再看清楚点，就是我按回去 Facebook 的时候他写 sponsor， 你知道 sponsor 哦，就是人家出钱买广告的嘛，对不对？他讲诶不对劲啊，如果是要人家捐钱呢、啊、不用啊，因为报纸都不用 sponsor 的嘛，新闻来的嘛，这么要 sponsor 对，然后再看清楚点，他的那个网站是这样的。然后哇，然后我就在看那些 comment， 惨，很多人被骗了。然后、哦、他还有那些来那个、新闻啊，他有其他的新闻的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啊？可是就那个网页是不是？你看完了那一则新闻，它下面有其他天的特别的新闻，你可以按进去看，就是有关系到的新闻。然后就按那些咯，你按这些哦，他是去对的网页的嘞，他跟他 connect 去真正的东方日报下面这些啦。可是这一面是假的，因为它是 orientaldaily.com 这样，哇，很恐怖、哦。如果是那人没有看清楚，真的是被骗了咯。就哇，我也是看了两三年，我才发现到的嘞，很厉害骗。那个网页做到跟东方日报一模一样的，只是那个网站的名字，你真的要看很清楚才看得出。很多啊，真是很多 scammer， 尤其在这个时候 ，OK。所以大家哈、要保护一下家里老人家。OK， 现在你看啊，其实我们讲很复杂啊、讲真的，我觉得它没有复杂到哪里，复杂在很多字罢了。哦，基本上我们是把我们做了的那个东西写出，就是把它写出来罢了。OK， 当然这个第一次看一定是难的啦哈、啊，因为很多东西嘛，对不对啊？所以可能如果是。有机会读数学还是什么样啊，读到这样 的有用到的，可能他其实也没有这样难啦、哦、OK 啊，我们就 知道理解多一点了。所以要看哎，你省到的钱跟你的车油钱哪一个值得，这样罢了吗？对不对啊？ OK， 所以他讲啊，从这个 model 啊，我们刚才做出来，你看 model 可以这样两个 formula 有可能哦，不一定是一个 formula 做到完了。 OK，所以从刚才那个模的我们讲、哦、他 OK， 他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啊，我们可以再探索更深入的探索。如果所有的本模类五八那些 variables 都是维持的话，我那个巴萨拉亚 B 啊 ，sorry 啊，它极远哦是可以是 optimum 的嘞，它的距离是 optimum 的嘞，就是讲它超过极远，我们就不买。那个巴萨的距离啊，它超过极远我们就不买，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 S 跟 T 来做了。超过极远不买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的 S 是什么了啊？刚才啊，
米的米省到的钱，对吗 ？T 是你的油省到的钱，油的钱。OK， 所以米的钱一定要，这个是米省到的，一定要多过油省到的吗？对，所以多过咯啊，你就算这样，然后你要留下他们那两个店之间的距离在前面。我知道有点小复杂，你尽量 OK， it's OK， 尽量就好。我们还会再看，我们还没有进入我的练习。OK 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啊。OK， 啊，这个就是 optimize 啊，英文它叫我们讲 optimize， optimum choice， 最佳的选择或者是最佳的距离。所以他找到这个就讲啊，你的 S 和 S 啊 ，OK。是因为这个小 s 是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嘛，所以它算到 s 要小过 16.6， 意思就是说你的这个两间店之间的距离少过 16.6 km， 就逻辑就 sensible， 就逻辑你就可以驾车去。如果你的 s 是 16.6 km， 你就不要去了，浪费时间浪费钱就这样咯，看到吗啊，就不合理了。如果你的 S 超过 16.6， 或者是你的 S 是 16.6， 就不合理了，你就不要去到那边买了，买那个靠近的就好了，这样啦。啊 ,OK, 再来还可以探索另外的东西，他讲啊一袋 10kg 的米哦，是吗 ?Berapa harga 啊 ,yang maximum, 那个米最贵是多少啊，会影响我们驾车到超市 B 买米。就是讲啊，给看一下英文啊 ，OK， 因为这个是逻辑来的，所以其实是要看字的。那个 B 的店哦，它几贵啊，或者是它几多钱以下，我们才会去买，才值得去买。如果啊，那个 B 店 B 是圆的那个店啊，它的米到了一个价钱，你是不需要去看了的，因为它会起价的嘛，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说呢，你的省到了钱是吗？米省到了钱。还是一样啊，要多过合理的话啦，要多过你油省到的钱。所以米省到的钱是 P 减 P 乘 N， 油省到的钱的 formula 该我们做出来是 S 除 N 乘 H 乘2，对吗 ？OK 啊，现在你要把他讲的是 maximum price of B 店的米的钱啊，你要把 B 店的米的钱留剩下在前面，其他东西填完下去。你理解我讲过吗？我觉得这两个还比较有可能会出吧，要不然就是他出整个叫你写，我觉得有点应该不太可能，这两个就有可能。他问你那个米的钱啊是多少才值得你驾车去到 B， 所以你算出来你就要把那个米的钱留在前面，就是不要填其他东西，填到完下去啊，算出来那号码，所以你现在算到是 P2 要少过25块24 cent，所以有一天 B 店啊那个价钱起到25块3，你就不用去了，就是这样，很逻辑了 OK 啊，就是这样啊 OK。 So reflect 一下这些问题，他讲哦，有没有问题啊，你说 OK， 然后 refine 一下refine 啊 OK， 马来文叫 memurnikan 改良啊 OK， 有需要的话要改良 OK。 So 我们做的假想 假定啊，是它是直线哦，所以可能我们要改良一下，如果这三个地方是不在直线上内，在一个这样的线上内，如果我们有新的这个假想的话，可能就要重新做过了，如果不是的话就不用重新做过了，因为你看到之前的那个表嘛，可能需要重新做过的，对不对？这个过后可能要重新做过的啊。现在是如果我们没有再考虑三角形啊，不用重新做过啊。OK， 接下来啊 ，melabogan， melabogan 哦是用 symbol 还有 raja 哈，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啦。gunakan symbol dan raja semasa melabogan dapatan jika perlu lah 哈，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就用一些符号把它report 出来 ，report the findings， OK。我看一下 ，every model ha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K。每个 model 哈，你看好像数学家做出来的那些formula， 其实有一些呢，可能还有它的强项或者是弱点，好、哦，
好像 mid-mode median 上一课的啊，每一个有它的强项跟弱点，对吗？什么时候我们会用到 range interquartile range standard deviation， 每个有它的强项跟弱点，对不对？上一课的啊，就是这样了咯、哦、所以呢这个 model 我们要，这个是呢你在 report 里面啊，比如说你做出来 standard deviation 是你想出来的，哎呦厉害、哦、你要讲 standard deviation 的弱点是什么， standard deviation 什么弱点啊？ OK 啊啊 range interquartile range， 我不懂你记得吗？ Jula Antara Quartile Q3 减 Q1 啊，它弱点是什么，还是它强项是什么？有一个是好像或者是 mean mod median mean 平均哦，平均好像没有问题啊，把大家的数，比如说你们考试的成绩全部人加起来除几个人，这边不包括我的话十个人除十啊，有问题没有？如果有一个人拿两分，那全部人拿八十分，有个人拿两分是不是有问题？这个是 mean 的弱点啊，对吗？ OK， 这个所谓的强项跟弱点就会在 report 里面讲出来咯。 OK， 这个我有点懒惰讲了。 OK 啊，大概就是这样啊，他的那个 report 啊。 OK， 我要看一下这个有什么东西。其实呢我看这个我们可以过后再讨论看看一下哈，这你不用写了哈，我看我要把那个答案一起 share 上来，一起看答案讨论会比较好。 OK， 所以你可以先去消化一下，研究一下有什么问题哦，你把问题记录下来，下一堂课我们讨论。 OK， 因为第一次听可能真的是没有问题的。OK 啊大家啊，这个是 SBM 有可能出的东西。好了我们可以提早一点了哈，下一堂课见，拜拜，中秋节快乐。